林心如刚度完假上工，整个人气色超好，根本就是仙女下凡。刚刚带小孩去度假回来，所以心情非常的轻松，然后整个人也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。你真的比较少秀身材的部分，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去海边度假了。应该是说从生完小孩之后，因为我以前是非常爱去那种热带国家岛屿啊，去晒很黑的。然后这一次真的也是蛮难得有机会可以就是一家人到热带的，就是到垦丁去度假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。平常我游泳也都是穿比基尼，所以我也不觉得特别的怎么样。没想到造成这么大反响。对啊，因为我朋友帮我拍呢，我觉得腿拍得蛮长的，觉得想要现一下，但没有修过，确实是拍出来的，是拍出来，不是拉长的那一种。有确定没有修？有确定没有修。华哥有在保持身材？有啊，他也有那个很规律的运动，所以他也是有过快肌的那一种。稍微想一下，想象一下，因为我都没看过，应该只有你看过。对，因为他没有拍什么拖戏。这次难得放闪。你是说我那个比基尼的照片吗？还华哥哦，我们两个哦，没有，我就觉得那张就是整个光啊，然后整个状态就拍的都还蛮好看的。就想说那么好看的照片，那就po一下好了。那天小海豚会吵着要弟弟妹妹吗？还好哎，因为我们家养了两只猫，它非常的有伴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妈妈这招很厉害哦。